大家好，我是毓敏。电子书文言虚字古为金融已经上架公开发售，超过100,000字的文本，还有12个钟头教学影片，全套定价港币400元。各位朋友现在可以登上 MyRadio 网页，透过 PayMe 或者 PayPal 购买，提高中文读写能力，支持 MyRadio，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多谢大家。嗱，因为香港发生呢啲事咧，譬如呢个23条立法啦通过啦，咁嗰啲喺台湾嘅嗰啲有头有面嗰啲香港人咧，个个就行出嚟就讲嘢噶啦。不过一定系同民进党一齐嘅，咁呢个冇坏嘅，系嘛？因为民进党一定要出嚟表演噶嘛，咁你有个平台，咁但系你起码你要即系为香港人讲嘢先啦，系咪？這個已經是既成事實，我們要譴責中共、OK? 但是我們也要關心現在滯留在台灣的香港人，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屌你媽，中共是暴政，誰不知道，誰讓你說，是不是？我們說了很多年了，是不是？這一節呢，其實我因為時間問題，現在差不多11點，我想主要告訴大家就是這個反抗暴政第二心同精神一貫，流亡及旅居美加英澳的香港人，明天開始就集會反對23條，是吧？咁呢個反而我覺得真係我哋要喺度即係都要講一講嘅，係咪？嗱，未必呢啲集會會有好多人，係嘛？咁發起嘅人啊，好多都有啲係流亡喺海外嗰啲人，或者喺呢啲地方有啲香港人嘅組織，係嘛？跟台灣的情況有少少不同，台灣還有一個所謂喂，有一笪地方可以俾佢哋喺度相對比較安全啲，咁然後而家嘅所謂政府喂都應該係支持即係香港嗰個民主自由，支持呢個即係抗爭噶嘛，係咪？咁點解呢啲人屌你媽喺度啊要做人球咧？係咪？2020年，咁你係利用個反送中運動，你係出嚟抽水，係嘛？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咁啲票咪投曬俾你民進黨咯？咁你做咗總統啦，做撚咗4年總統，你幫我香港係咩啊？嗰個所謂喺陸委會嘅交流辦公室處理嗰啲專案，屌你即係初初俾嗰啲居留，所謂居留啊，1個月2個月咁續期嘅，不斷咁續期嘅，幾個月咁續期嘅，你知唔知啊？而家有啲係1年啦咁樣。到而家攞有幾多個攞到身份證夠唔夠膽行出嚟講啊？仲有你要鬼鼠到整個所謂交流辦公室嚟處理呢啲係要投奔自由或者爭取政治庇護嘅呢啲香港年青人，係嘛？佢唔翻得香港，翻香港俾人拉嘅，係嘛？你整個叫交流辦公室，個編制又要翻港澳處，係嘛？嗰啲公務員又冇人手，係嘛？仲有呢啲所謂專案咧，係要由嗰啲民間機構向陸委會呢一個咁嘅交流辦公室提出嘅，仲要佢批准。我都試過寫叫一推薦信，屌你唔俾嘅，係咪都有？咁你呢班香港人有頭有面嘅呢班人，點解你唔幫手啊？但你在海外這些就不同了，喂，他有些已經是旅居在那邊，或者已經是那邊有身份的人來的，即是 有這個所謂身份證的，那他關心香港，譬如我們加拿大有很多老友記跟我這麼上下年紀，我帶他3、2年的，這些全部我幾十年的朋友，喂，年年啊，屌你，即是啊，一年起碼有5、6次，現在多了很多添，就去這個中領館的示威，是吧？屌你燒5星期，是吧？嗱，呢個2024全球反23條集會啊，咁啲朋友 send 咗嗰個日程俾我啊，咁我而家喺呢度有個表，我俾大家睇下，我可以講下嘅。英國、加拿大、美國、台灣、澳洲，嗱，台灣就係即係呢個23號聽日點半鐘西門町啊嗰個捷運站6號出口，咁又係嗰扎人啦嚇，咁我。都叫做有啦，係咪？咁我就唔會去嘅 ，OK？ 因為有啲人我唔撚想見到嘅，見到我真係屌柒佢噶嘛，會咁我唔會去嘅 ，OK？
咁但係我其他朋友，你喺台灣嘅香港人，你可以去啊，就唔好俾嗰啲人搶曬鏡頭，屌咩喺度鳩噏係嘛？你聽日嗰個喺西門町嗰個集會，你呢啲所謂香港呢啲啊，我唔知桑普嗰啲會唔會去啦，係咪？你可唔可以講我頭先講嗰啲嘢？有咩？要求唔好話唔好屌鳩民進黨，你哋唔敢嘅，要求民進黨係咪？要處理而家我哋滯留喺度嗰啲所謂專案，你又冇難民法，又冇得政治庇護，係咪？咁你係咪應該提出呢啲要求咧？就唔係喺嗰度繼續屌你咩講嗰啲時代革命啊、光復香港啊、點樣反對廿三條啊、咁譴責呢個廿三條立法啦、啊？咁講呢啲嘢冇意思嘅，其實係係咪？咁但係你喺我其他地方就唔同啦，係嘛？咁你台灣就係你，因為有好多香港人滯留咗喺度，係滯留嘅 ，OK？ 咁喺英國咧，倫敦啦、Birmingham 啦、啊曼城啦、嚇諾定咸啦，係咪？即係雷丁啦，呢啲地方全部都有嘅 ，OK？ 啊，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個表啦，係咪？咁啊，加拿大咧就温哥華、多倫多啊、卡城嘅中領館啊，咁佢嗰啲全部都係我啲朋友嚟嘅。我話俾你聽啊，我次次去卡加你就見呢班人噶啦，係咪？呢啲真係好值得敬佩嘅，數十年如一日，屌你咪反共係 ，OK？ 咁啊，仲有 Edmonton 啦，係咪？好多笪地方啊，美國咧就 LA 啦、三藩市啦、波士頓啦，係咪？咁啊，台灣啊，頭先講咗啦，澳洲嘅雪梨啦，咁樣啊，咁啊，所以。即係我順便利用少少時間咧，同大家講一講啦，係嘛？咁就即係呢個希望係全球啦，仲有其他啲地方繼續啊。咁當然喺即係流亡海外嘅呢一班朋友，咁佢哋都可能會有啲集會嘅，係咪？跟住落嚟都有嘅啊，咁啊都係呢幾日啦。我諗就係、是、咁，你過咗去又第二件事噶啦嘛，係咪啊？咁好啦，咁啊嗱，講到呢度啦，啊，咁啊，後屘呢段片啊短啲咧，因為夠鐘嘅其實，不過就係我即係想將呢張呢個表列出嚟咁解嘅啫，啊，咁啊今日咧就高峰期咧就超過2000人喺個直播室度嘅，啊，咁啊我喺度再一次提一提啊，即係睇我哋嘅節目嘅人，可能有啲喺呢個喺台灣啦，係咪？加拿大啦、美國都有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即係呢一個表，呢、這個時間表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出席呢啲呢啲活動啊，地義心同，精神一貫 ，OK 啊，沒有人是孤島啊，不要問喪鐘為誰而敲，喪鐘為你我而敲。好，咁啊，今晚講到呢度，拜拜。